我现在不玩照相了，我现在已经领先入座。我现在开始流行玩摄像了，现在。啊，给主席一张特写。女生170以下的座椅。那最前面这不身高歧视吗？这就是尊敬，会很高很高。哒哒哒哒。应该男生180以下的坐着，以上的坐着。我靠！就只有你一个人呢，他一人坐在那上。你这样太恐怖了。哒哒哒哒。干净头。